刚刚没得苗，我的眼睛里有没有说有？我话说我老说来苗不一样，没朋友说来苗不一样，他们那东西让我三斤的，我不能来说，没朋友的话来的阿家比的，啊，我说我说来家比。哎，路里是是在哈里啊，但我是也不孬。估计嘛，我对估计客气，哎，对怎么了？哎，这些嘛，有些真的，刚刚我们那苗，我说都有比我嘞，过得眼睛没嘞，对啦，那就说，都隔离一样嘛，过一年隔了样没，都都隔上了。没不一个，我老古的，接送 friend 呀，读书哎，古人嘛，啊，我公公都跟这里公公陪家来的，都也有些家里不孬，哎呦，那我阿伯爹嘛，别在这拉皮带嘛，好。我嘛家里说嘞，啊，对家里姊妹边，我嘛哎，路上嘞，多少路上我们新疆吧，不是说，那万一那批的不是说嘞，哎，咱们哦，巴黎的话批来不，实际上嘞，老没往那对家这边哦，好。我原来去那家，咋比？现在三年了，阿拉过去比，好好。没不一个咋着多，你爷爷，爷爷哦，葫芦苗包。我们邻里表姐，刚刚那人要家三年待不得，讲哪里？我没嘛了，不，哦，也没嘛，也没三五表姐那话呢。要家三年，那表姐现在表差着来的，哎呀，过年的高木那 friendship 的苦路刚刚面呢，我挨了苗里了面了，好好。好，好。哎，都不用讲，刚刚哦，啊，谁比跑不了了说嘞？谁比也说嘞？第六秒不问你，你跟俺老婆呢？要咋的六秒嘞？表啥时候家？我问你嘞，哎，六秒表啥子的？哦，六秒嘞，规划比较嘞，哦，那嘞的，六那要老么表的？没问你说嘞，都也在那个我做六秒，哎，都在家嘞，这个哎，要咋的嘞？六不问你嘞，帮啥的？表的还行，表来的，别多一里两里的，六秒说。哎，代表跟俺说的不在哈，那么弄不起吧？我意思话嘞，跟俺们没有啊，路不都啥考啥嘞？没得有，过高考啥啦，他要要考啥呗？啊，考了一年，没不也没不也是考啥？我就说，我心里总难买的呀，路里偏的路嘞，反正都一代太多没办好。有两年啊，你那边，哎，你家没表啊的，过年那边表啊的，第三嘛嘞，看到你那边对面那里咋的了？好，好，刚刚没得苗，过的年真的有没说有？我话说我老说来苗不一样，没朋友说来苗不一样，他说那东西让我三斤的，我不能来说，没朋友的话来的阿家比的，啊，话说说来家比。哎，路里些些在哈里啊，不如表妹，但没事也不孬。估计嘛，估计估计也客气。哎，就咱们路，走路在路里的在了不孬，但这个车在的要那点不孬。哎，就咱们路，哎，车些嘛，有些真的，刚刚我们那苗，我说走路有比我嘞，过得眼睛没嘞，对啦，就是说，走隔离要嘛，过年隔了要没，都都隔啥了不？开嘛也不容易个，坐 AC 皮鞋呐，都跟我说嘞，哎，老弟，跟俺这样啊。谁搞大了哇？都 relationship 嘛，没注意不不喏。哎呀，一路路呢，嘛不路你嘞，实际上当娃儿过娃儿的，我那么过日子咯，不如不如待嘞，对吧？咯，嘛不路你娃偏嘞，都看你是路路比较偏的哇，好。哎呦，对哦，刚刚咯，不老讲了，你那个娃咯，我比较老讲老讲的哦。